我查看了监控录像，那个时间段经过楼道口的，除了少爷和少爷的秘书陆安安之外，只有一个人。谁呀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？您可能忘了，她是老夫人给少爷指定的妻子的人选之一。那天就是她，和少夫人一起来面见少爷，最后，少爷选择了少夫人。 这么说，这个女人有很大的嫌疑了。是，因为少夫人在公司没有仇家，其他的人没有动机，只有这个南宫琉璃。哼，南宫琉璃，胆子也真够大的了，居然敢动我们顾家的人。少夫人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原来都是她搞的鬼啊！是啊，这次啊，奶奶帮你出气。 我准备以故意伤害的罪名起诉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起诉他，一定会伤害到傅博雅吧？我不能这么做，我得阻止奶奶。奶奶，我觉得这个南宫琉璃啊，他一定是因为太嫉妒我了，才会一时冲动做出这样的举动来的。我也知道呢，奶奶您是想为我出头，可是我觉得他太年轻了，如果我们起诉他的话，他后半辈子。 不是就毁了吗？那照你的意思，那就是放过他了。景熙啊，你也太心慈手软了吧？也没有心慈手软，我就是觉得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给他一次机会？我们顾家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呀？这个南宫琉璃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就应该好好教训他。奶奶，这次的事儿。 您能不能让我自己处理啊？既然他是冲着西城来的，只要让他离开西城身边就好了，我就不想再追究这些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奶奶，求求你了。你可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性子可不能这么软弱。哎呦，既然你求到我呀，那我就卖你个面子吧。不过，你要去找那个南宫琉璃啊，还得我陪着你去。 不然你自己去，肯定要吃亏的，啊！奶奶最好啊！这孩子，进来。有事啊？顾总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想提前回去。好，不舒服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还有安安在呢，正好我也要出去一趟。哎，顾总。 那天那个跌倒的清洁工他怎么样了？他没事了，你们认识吗？哦，不认识，就是总觉得他对我有点敌意，所以记住了。没事就好，都是公司员工，我怕影响公司。没事的，放心吧。 锦溪呢？啊，少夫人和老夫人一块儿出去了。一块儿出去？去哪儿了？少夫人说要找别人谈话，老夫人不放心陪着一块儿去了。什么人让奶奶这么重视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。少爷。 顾老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请进。您先坐，我去给您倒杯咖啡。行了，不麻烦了。我们今天来呀、啊。
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件事儿的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南宫琉璃，你装什么糊涂啊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当初西城在你们两个人之间，他选择了锦溪做妻子，你输给了锦溪，结果你就想方设法的进入了神龙集团，还当上了西城身边的助理。你是个什么样的心理，我就不说了。 可是你却对我们顾家的媳妇儿做出那样的事情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诚心把她给害死啊？我没有，老夫人，我承认我是喜欢西城，可是我并没有对贺锦溪做什么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误会？哼，你以为你做出的那些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啊？以为我们顾家拿不出证据来是吧？ 南宫琉璃，我已经跟奶奶说过了，以前的事就过去了。我没什么事也不想去追究，只是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不要再纠缠顾启成了。毕竟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你这么做是在破坏我们俩的感情。肯定是贺锦溪误会了我跟南宫琉璃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找人家麻烦去了。哟，吃醋了？你说这女人怎么这么会吃醋啊？ 吃醋是好事儿啊，说明人家在乎你、爱你，不能没有你，想要你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我听说我奶奶都去了，我得赶紧赶过去，完事再聊，拜拜。老夫人，贺小姐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可是我真的喜欢西城，我求求你们，不要让我离开他。胡闹，伤风败俗。 奶奶，奶奶，你别生气啊！我们俩来之前说好了，对不对？嗯。顾老夫人，上次选拔就是个笑话，西城根本不了解我们。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？奶奶，南宫琉璃，你何必执迷不悟呢？只要答应我，你离开神龙集团。 以后不再纠缠顾西城，之前所有的事儿，我都愿意既往不咎。顾老夫人，我……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，是我错了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可是我真的喜欢他，我求求你了，顾老夫人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一喜欢西城，西城就一定会喜欢你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次要不是锦溪给你求情啊。 你是个什么样的下场？你心里最清楚。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了，只要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证明我自己比他强。南宫琉璃，你人长得这么漂亮，又有能力，干嘛非要缠着顾西城不放呢？你这么做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何小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请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，我求求你了，是我的错。南宫琉璃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。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！哎呀，对不起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 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太过分了！住手！贺锦溪，你在干什么？西城，你怎么来了？奶奶，这里没有误会，您就别在这添乱了。我添什么乱呢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件事是我故意的，跟南宫没有关系，你们都误会他了。还有你。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这跟泼妇有什么区别？顾西城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呢？我不分青红皂白，我只看到你在这欺负人，太让我失望。走。顾西城，你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奶奶，好了好了，这事儿啊，肯定是他误会了。 走吧，咱们先回去，回家跟他解释清楚，啊！走走走，别气别气，咱们先走。南宫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休息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谢谢顾总。对了，公司那个清洁工的身份你应该知道了吧？他是我的妻子贺锦溪，他今天来找你可能是有些误会，不过你放心。 回去我会跟他解释清楚。
顾总，今天要不要留下来？顾总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南宫，南宫，你冷静点，我对你没意思。我不信，你要对我没意思，为什么提拔我为你的特助？你要真对我没意思，为什么你对别人都不像，却对我这么亲切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是我错了，我让你误会了。不过我确实对你没意思，我提拔你那是因为你敢说敢做，我对你亲切也只是上下级的关系，没其他的意思。西城，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？要是我哪做的不好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哎呀，南宫，南宫，你做得很好，可是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你结婚了，可是你们俩并没有感情啊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让他去当清洁工。西城，西城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行。我是真的爱你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好了，南宫，你放手。南宫琉璃，你冷静点，她是我妻子，我们之间有没有感情是我们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请自重。顾西城，看不出来你还真把婚姻当回事儿。我就不信拆不散你和贺锦熙那个贱人。怎么这么冲动啊，不分青红皂白的。哎，哎呦，老夫人、少夫人回来了。哎，西城没有回来啊？没有啊。哎，他不是说找你们去了吗？没风着啊？他呀，找到南宫琉璃家去了，结果他误会了锦熙，以为锦熙啊是去找南宫琉璃麻烦的。这孩子也不问问清楚，就带着那个女人跑了，电话也不接。奶奶，您别生气了啊！一会儿等西城回来，我跟他解释清楚就行了。你也是的，对待那样一个女人，你还那么心软，给他一次机会，给他什么机会啊？要我说呀，就直接告他，看他还敢使坏。好了，您放心吧，奶奶，如果再有下次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手软了啊。我看您今天累坏了，要不然您早点休息。哎，那你跟西城的事儿呢？没关系的，一会儿呢，等西城回来，我就把南宫琉璃的事儿啊都跟他说清楚。您放心，这一次啊，我一定不会让南宫琉璃再留在他身边了。嗯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你们小两口的事儿啊，还是你们自己解决吧，我就不掺和了。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跟西城解释清楚啊。你放心吧，啊。好，那我去歇着了。奶奶晚安。哎，好。哎，司徒，你说这些女人是怎么想的？贺锦熙竟然怀疑我跟别的女人有关系，还跑到人家里去欺负人家。人家小嫂子不应该是那种人吗？该不会是你这个负心汉真的看上人家南宫琉璃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但是我也没想到，这南宫会对我有意思。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下属。下属？人家南宫琉璃长得比小嫂子好看，你真的不动心吗？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看人要看内在。内在？小嫂子内在是什么？一头迅猛的老虎，会咬死你的！算你有良心。喂，苏元熙，东西给顾西城了吗？我还没有啊。还没有？你每天在干什么呀？为什么不给他？贺锦熙，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把人家往绝路上逼。苏元熙，你当你自己是圣母玛利亚？我问你，
妈妈最近怎么样？事情没有办成之前，你别给我提妈妈。这件事也怪我，是我让他误会了，不能全怪他。不是你这一会儿怪他，一会儿不怪他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虽然这件事是我让他误会，但是他也不能过分的去欺负人家，所以，我决定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，暂时不理他。暂时不理他。瞧你那怂样，你不会是怕小嫂子秋后算账吧？我顾西城会怕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儿还不回去吗？咱们喝到天亮。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，来，不醉不归。呀，邵夫人早。顾先生是不是昨天一晚上没回来？啊，是，少爷昨天没回来。方叔，那您忙吧。哎，邵夫人，司徒少爷来了。呀，司徒少爷早。小嫂子，人家可想你了啊，你想。那个，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来找顾西城吧，来晚了，他一大早就走了。他一早就走了。嗯。那昨晚上我跟谁喝的酒啊？嫂子，我喝的有点断片儿，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顾西城跟我喝了一晚上酒，喝的都吐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你不信是吧？我信了。本来他因为鬼友担心了一晚上。但你这么说完之后，我踏实了。不是，嫂子，主要是他喝的太多，吐的太厉害了，浑身上下都脏了，让我回来帮他拿几件衣服。等着，露露，你司徒大爷拿水。如果顾西城知道了事情真相，恐怕我就没有机会留在神龙集团了。只有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，我才有可能得到顾西城。可是，这要怎么做呢？哎，你回来了，并没有时间，小心谈谈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不是，你就得让我跟你解释一下吧。别跟着我。什么？西城和锦溪两个人还没和好呢？是啊，一开始呢是少爷不理少夫人，可后来少夫人也来气了，又不理少爷了。哎呦，现在两个人都把对方看作是空气，都不肯先低头啊。其实这事儿啊，根本就怨不得锦溪，西城跟他斗什么气呀？嗨，少爷还不知道南宫琉璃的事儿，所以现在还闹着误会呢。他还不知道啊！奶奶，你们两口子还在冷战呢。别提他了，一想到他不问青红皂白就到别人家里去大闹，我就来气。你误会景熙了，事情啊。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误会，我可是亲眼看到他动手打人。你听奶奶把话说完行吗？真想不到南宫琉璃这么阴险狠毒。这下你明白了吧？是景熙不让我告他的，
说给他一次机会，结果那个女人却纠缠不清。当时景熙啊也是气极了。西城啊，景熙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，你不能误解了他。奶奶，是我错了，我错怪他了。锦熙，上次南宫琉璃的事儿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今天我以汤代酒，向你道歉。道歉也抵消不了你夜不归宿的事实。夜不归宿？我顾西城夜不归宿，那不是家常便饭吗？顾西城，你这是在跟我道歉吗？我觉得我好像更生气了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从此不会夜不归宿了。而且以后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我不会再乱发脾气。这样够诚意了吧？这么说的话倒还差不多。那我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谅你吧。要吃饭吗？来，来，尝尝这块肉。公司的电话，我出去接一下。别太在意我身上的。